所以蔡英文他的地格饱满，他皮肤又白，最主要哦，眼睛在人像学里面，他占有一半的地位，光一个眼睛就占一半了，他是总枢纽啊。哦，你看伊耳仔安怎，你看鼻仔安怎，看伊脸安怎，看伊额头安怎，到最后都要回归到眼神，眼神要加减分，安尼听吼。蔡英文的眼神黑白分明，他45年是哦，这个年纪还能够有那种眼神，不简单。什么叫黑白分明？乌人就是乌人，黑人就是白人。乌人甲白人迄个壳啊无分去，叫做黑白分明。这是眼睛的器官来讲，你眼睛的这个横带区用30伏。从这个太阳穴画过来，这个地方要亮。你这个横带区哪根叫停财两德？